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三。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1月20号。啊，今天1月20号，那明天是我的生日。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好吗？好啊。小兔，你几岁？我5岁，你们呢？我也是。你们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是5月7号。我的生日是1月5号。我和小鸽子的生日都在1月，明年我们可以一起庆祝生日了。太好了。哦，今天是河马哥哥的生日，现在我要去他的家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河马哥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画了一张生日卡给你。谢谢你，小鸽子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是1月5号。我们的生日都在一月，以后我可以和你一起庆祝生日了。太好了，小兔的生日也在一月，明年我们可以一起庆祝生日了。太好了。来，喝杯汽水吧。谢谢你，河马哥哥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7岁。这个生日蛋糕是狐狸阿姨送给我的，我们一起吃吧。我很喜欢吃蛋糕呢。哎呀，小鸽子，你别哭，快吃蛋糕吧，我去洗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